哇，来，小月，我们一起去跟兄弟们一起来庆祝属于王源的18岁。 Hello， 欢迎千玺，欢迎小凯。哇，小心哈，来慢点，来。 欢迎王俊凯，欢迎易烊千玺来到王源的18岁的生日演唱会，带来了一份大大的蛋糕，还有礼物哈。来，我们先请两位跟大家问声好，好不好？来，小凯先请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凯。欢迎小凯，千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易烊千玺。欢迎千玺，两位有什么祝福和礼物要当面跟王源来分享一下吗？ 我送的就是一个滑雪帽，还有滑雪镜，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冬天了，然后呢，王也是非常喜欢滑雪，是抽过空拿这个去滑雪，当摩托的眼镜也不错，18岁，可以。好，送给王源运动的配件哈，希望能够多多的有时间去运动锻炼一下自己哈。千玺有什么礼物要给王源的？我这个送的是一个。 打字机就是一个键盘，然后好像是可以就是蓝牙无线连接的，然后因为就是王源特别喜欢写写歌之类的，然后这个就是可以自己打字啊，或者就是玩游戏这些都很方便，是创作的一个帮助哈。哇，王源有什么感觉收到这两个礼物？其实还是蛮贴心的，因为。 千玺说：“这个我，比如说平时我可以就不用笔写了，就可以打出来，打成一个独特的打在纸上的纪念。然后小凯这个头盔呢，真是蛮重要的。我去滑雪没个头盔，摔个脑震荡，对，能够保护安全。对，所以说都是能用上，就还蛮好的。是的，一边可以这个创作，累了可以运动运动哈。再次谢谢两位兄弟，我们来个合影好不好？来，三位一起在我们今天这个大日子上一起来。来，小袁到中间。” 对，我们到前面一点点，好吧？到蛋糕前面一点点。好，来，我们好，一起来个合影，也谢谢两位兄弟的祝福，一起祝我们。我们一起来再说一遍王源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三二一，王源 ，Happy Birthday！再次谢谢王俊凯，谢谢易烊千玺。 来，请两位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来，小袁，我们到前面中间啊。